自己年轻就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，经得起考验，对不对？是。你真的觉得这些小女生可以经得起卸妆吗？我想要再次 confirm， 我们今天主题是有冠上七年级这件事吗？对，七年级美女卸妆。因为我就记得明明脚本是写七年级生，七年级，可是我一进棚我没有看到七年级生啊。他们都是七年级生啊。这一看就是五六年级生吧。你看是对面吗？是这边吗？不是张静之，他是七年级生吗？你是七？是，我是啊。那你是故意要穿古装吗？今天？你是有演那个《光阴的故事》的戏服，还是穿到现在吗？我把戏服拿出来穿。不过张静之这件豆沙色的衣服，我不懂哎。张景凯老师，这件豆沙色的服装，你觉得？我觉得有点脏脏浊浊的，就说他到底看起来，你跟这个人是初次见面吗？对，初次见面就可以长这么，但是他的我刚刚有仔细看，他皮肤超好，所以他穿错颜色了，而且他头发也是梳古装头啊。可是静之，讲真的，你那件衣服是自己精心准备的吗？是准备的，而且他的鞋子也很复古哎。你为什么？你什么表情？因为我真的不懂啊，他一定有，你有藏着什么秘密？你是故意要走复古风的话，我就接受。我最近在拍戏，所以有点太入戏了。哦，是演复古的女？没有啦，这样子等一下才会反差比较大。哦，等一下，真的跟我私底下会看起来比较年轻，对不对？旁边的柯雅欣也怪怪的。你是有在学古筝吗？还是？就是也不像七年级。张景凯老师，就是柯雅欣的服装，你觉得？没有感觉，就是三毛路线嘛，对不对？要去撒哈拉沙漠的那种。他好像是从家里直接就是很放松的走到摄影棚。对啊，我觉得他是要去买彩券，然后路过我们电视台说，那顺便进去一下。谁的姐姐啊？谁的姐姐啊？很流行这种衣服哎，就是洋装啊，所以是他不懂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因为他没有穿出那种海滩。就说你不懂风。小罗说你是谁啊？对，而且他气质没有那种缤纷的海滩感啊。哦 ，OK， 你上帝会吧？好，那彤彤你可以放过吗？彤彤还 OK， 算是比较像上电视的人。OK， 那黄小柔呢？黄小柔不是三十几岁吗？出道早。哎，我也没有想到你今天可以来哎。我你是刚卡在七十。所以你刚好卡到那个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我如果刚好是比如说，所以这集应该是你逼我们做的吧？就是你想跟别人。跟别人没见过，就是你知道我内心一直都有那种七年级的尾端的那些七八七九，对对对，七八七九的那个心态，你很没有七年级生的感觉啊。有啊，我觉得我很样啊。可是因为他生活已经糜烂到不行了，他最近有修建了。对，小柔凭良心讲，旁边那位你说他是七年级生吗？我个人是很想叫他姐姐，他根本是空姐啊，而且他很成熟，他就是也不像七年级。不是有些人是就算化一点淡淡的妆，可是看起来都像浓妆，因为。本身就有粉味。今天我觉得严丽婷今天的妆比往常浓，可能是故意要追求反差吧。我不知道怎么搞，对，是故意献给我们节目的吗？大浓妆。不，她有一件事情跟她的形象不合，就是她在跟运动员交往。哦，对，这个很七年级生该做的事啊。为什么六年级就不能跟运动员？她在康熙来曾经说过，球员就是拿来玩的。好不好玩？好不好玩？好，接下来这位绝对是美眉了。是妹妹，她气质还蛮美美的。是真的吗？然后那个跟阿 Ken 在一起。对，没有跟阿 Ken 在一起。哇塞，你演艺圈好弱的。真的没有。大了，请问你今天有什么事吗？你的戏好，我已经都卸了，都卸了。你今天没有妆吗？对啊，我卸妆了。你皮肤变好烂哎。对啊，因为太糙了。你干嘛？是嫌我们节目太累？没有了，累啊，那去休息啊。对啊。我不是了，我是睡了睡了就地躺下了。所以我这一集让皮肤休息，就应该卸妆。那为什么卸妆要穿古装？对啊，对啊，为什么卸妆要？不是你下一集要扮古代的？没有啦，就是说一种风格，就是我的睡衣是。因为你还记得以前陈汉典刚来，他不化妆，皮肤好好，对，亮到不行。现在怎么变这样啊？还有胡渣，真的，因为然后这边都是痘痘，整个 l 而且他鼻头毛细孔有多大？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九九，陈汉典跟阿 Ken， 你会选谁？Ken 哥哎，我选 Ken 哥。他一点都不吸引你吗？ <Okay. S 1> 可是他很多人选他哦。嗯，纳豆跟陈汉典呢？陈汉典。他在模仿你，怎么办？其实还蛮好笑的。
好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你们做的答案表。报告之前，王朝辉医生今天要担任我们的这个咨询对象哈，要。麻烦你帮我们解决。好。张静之选择他认为差异最大的人是啾啾。嗯。所以。我是觉得。你的判断根据。我是觉得他卸妆以后应该就是小女生，就是青少女。所以现在浓妆看起来年纪大一点。会大一点。他说严丽婷卸妆后会变成美人。因为他就是一个古代人啊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他说彤彤卸妆后会变成苦命死。而且是因为拍喵吗？是因为他很瘦，刚才我看到他两颊都是凹的，所以我觉得卸完妆之后应该就是会觉得。然后他说黄小柔卸完妆会变成男的，这个蛮贴切的。可是我觉得你才是苦命媳妇吧？对啊，你完全就是媳妇脸嘞。真的吗？对，金氏媳妇那对那类是。彤彤呢说，差异最小，他认为是张静之，他觉得他皮肤不错。然后呢，他说。柯雅欣的评语是，彤彤说柯雅欣如果没有上妆的话，可以去拍《咒怨》。严丽婷是她的首选，就是严丽婷如果卸妆后，会像太平间的大体。我真的觉得你有造口业，需要先停机让你来一下，修口德啦。为什么你觉得她会是大体呢？幸好我第一名也写她，不是因为。脸比较大，他的妆很浓，而且我觉得他卸妆可能没什么血色。没有兵器吗？我觉得我可能会走不出去。严丽婷呢，其实也有先见之明，所以她也报复的很准确哈。她其实她对其他人都讲，尤其她对黄小柔评价很高。严丽婷说她去黄小柔的部落格看过，她说她素颜的照片根本没差。那她认为最严重的应该是彤彤，她说。感觉像抽烟抽很大，黑眼圈。你的意思就是说是鸦片鬼，吸毒犯。因为我每天都要呼唤那个。你们两个本来认识吗？不知道哎。柯雅欣也认为黄小柔没差哎，怎么会？所以你们真的都对黄小柔很有信心哎。我之前真的还蛮常看她素颜，你们是不敢得罪前辈吗？不是不是，是因为小柔真的，她真的没什么差，她形容就像个男的。对，没差。所以就算有上妆没上妆，还是像个男的，就也不会因为化了妆比较漂亮的意思。也没有因为化了妆觉得她是个女的。嗯，好，黄小柔写的这个表，她其中比较耐人寻味是她虽然没有选柯雅欣最严重，可她说她每一次看到柯雅欣的时候，柯雅欣都有化妆。她从来没有看过柯雅欣素颜，所以应该这个人是不能卸妆。对，因为我吃饭，其实不是因为我跟小雅私下也是朋友，然后就是常常看到她的时候，她都有带妆。他觉得最严重的啾啾呢，下的评语倒很轻微，只说卸妆应该会变成单眼皮。可他对于严丽婷却说没有化妆应该出不了门。这么严重？没有，因为没有化妆不出来，是因为他的眉毛。眉毛？他因为他，我看你看每一个人没有眉毛，几乎都有画。除了小雅之外，他的眉毛很像是。柯雅欣感觉没有眉毛。对，不像。